兄弟们大家好啊，我是户外小徐，然后咱们又来起花篮了啊，今天过来看一下什么状态啊。咱们这有四五个篮子，连收四五网，看看是个什么状态啊。再动啊，再动，篮子再动啊，看看看，有鱼啊，有鱼，有鱼啊，看看什么状态啊。哇哇哇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哇哇，兄弟们全都是大板鸡啊，太牛逼了啊。哇，还有好多黄辣丁，过瘾啊。这是第一网啊，然后咱们去看第二网。好，咱们继续啊，第二网，看第二网是个什么状态。哎，我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挪到前面去了。看看这一网啊，要要要，直接拖着篮子跑了啊，直接拖着篮子跑了啊，兄弟们，快跑，快快快，水都泛浑了啊，水都泛浑了，看看什么鬼啊，什么鬼啊，看看啊，哇的天哪，过瘾了兄弟们，哇哇哇，我操，我操，兄弟们，这条老黑牛逼不？擦一下摄像头，我操，这得多少斤的老黑啊，兄弟们，看看，跟笼子一样的，这条老黑，哇，这得四五斤的老黑啊，四五斤的老黑一条。然后这是第三网啊，这还有一个大牛，看见没有？一个大牛跑掉了。然后这还有一个笼子，看看这个笼子怎么样啊？浮漂在那儿啊。有点动啊，浮漂有点动，看是货不多，可能是货不多。哎，有货有货有货，浮漂直接沉了，浮漂直接沉了啊，看看是个什么货啊，浮漂直接沉到底下去了啊，看见了吗，在水底下了啊，哇哇哇，够不着它，不知道是个什么鬼啊，等我把它弄上来。哇，我的天哪，不行不行，够不着它，哇，看见了吗，直接泛浑泛上来了，看这水。直播吧，这样吧，咱们直播啊，马上开启直播，先把这个笼子起上来，然后咱们开启直播啊。今天确实是爆网了啊，看笼子直接沉底上不来了，看见了吗，我去找个棍儿把它搞上来啊，看就在这儿笼子啊，看看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今天的三个笼子的鱼货啊，咱们在全程直播的时候收的啊，看看大鲫鱼啊，看看干得漂亮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黄辣丁，黄辣丁，看今天最牛逼的一尾鱼啊，一条老黑，哇，看跟这箱子一样大啊，哇，哎，行，就这样吧啊，兄弟们，没关注老弟儿关注一下吧啊。